再见咯，陪了我这么多天，我要 check out 咯，现在。拜拜，开门喽！哎，短暂的住宿，谢谢，谢谢。再见喽！熟悉的走廊，那个你看，他们也在工作了。然后我要去 Osaka 了，再见喽！Okay, 现在我要去机场了，看一下外面的情形，最后一次。Okay, 走了，我的车来了。嗯，最后一天了。看这个雪依旧这么高。再见了，我的小路，每次从那个小路走。Bye。好了，我要去机场了。哇。OK， 现在我到了机场，你看冷嘞，超冷的，快进去了。从这边进去的话，我先下去。叫我的飞机是3点，这样我现在是找到，我就是在这边走走看看逛逛吃吃。我的现在我去看一下，看一下我的飞机的号码，好冷啊。这就是这边的机场，全部人都会在这边 rest。 我现在去 check 我的飞机的东西先了。哇，通通都有东西卖，可是是 check in 这边 last time 吗？是，我都不清楚了。我需要问，可是还没有到时间我的。这是什么？啊，这边是 Japan Airline。我先去吃点东西吧，因为现在是11点多，我的飞机是3点，就去逛逛先。好多东西卖，什么都有。这是他们的银行。这是他的 gate。我要问人一下，问了我在哪里上机，我才去吃比较安心。Hokkaido Airport。我现在不懂是在哪里。我问一下他的工作人员。Excuse me, can I check with you?Where is the this plane? Yeah. Sorry, where to? Air is FDA. No, SkyMark. SkyMark.
Oh, the other side. Okay, thank you. Over there? Okay, sure. Thank you, thank you. Oh, Skymark is here. Oh, 是这边的哦。哇，第一次这样出国了，有点 blur blur。不过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可是现在还不可以进。Skymark Airline， 等一下我就是坐这个飞机。OK， 等一下才来。看一下它的机场，哇，都是雪。我现在去找东西吃，现在可确定是这边的之后了，就去。我先去吃东西先。前面是什么 ？OK， 是好地方，我就去找东西吃先。哇，好多的游客。哇，那边有 Uniqlo。哇，这边还有三楼。先上去三楼。帅子，我的 luggage。快给它甩坏了！哇哦，可哦，三楼都是餐馆，好多的餐馆，各种各样的餐馆，看得我眼花缭乱。北海道料理，哇，超多的。我等一下才来吃吧，有咖啡的，哦，还有四楼，你看他那个 poster， 这是 poster， 好美哦。清清水 Royal House， 太多东西吃了，这边还有 food court 他们。你看他们的摆设，吃的摆设都很美，很逼真呢，全部好像真的，太美了，棒棒棒！哇，那边好多人在看飞机，厕所。哦，这边是 food court， 我们所谓的 food court。
好大啊，他们的 food court。 哇哇哇，看到我的眼睛都花掉了。看到这个小叮当，可爱吗？哇，可爱吗？棒棒哦！去摸摸它。Hello， 我来过了。太多东西吃，看到我的眼花缭乱，生的我又不吃，好难找吃了。好多人了，你看他们摆摆设，吃的摆设，你看，哇，门口都摆到，全部都摆到很美，炸虾。又不想吃炸的东西，哇！你看它的一颗肉块，全部摆到很美哦。做的很可爱，超可爱的！你看白色还有娃娃在里面，是什么羊肉？哦，对，是羊肉。可是羊肉我又不吃啊，超漂亮。往那边走，找一个没有人吃的 Chinese restaurant。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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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哇， Chinese restaurant 的摆设有面，好了，我就吃这边吧。有饺子，在哪里排队？边吗？那边呢？哦，这边全部是生的。哇，你看他们的饭，做到栩栩如生呢！你看他们这些东西，漂亮。好了，我去吃那个川蜀生吧。别再找了，就在这边等吧。是蛮多的。お荷物後ろにお願いします。で、お手荷物ここの上ね。嗯嗯。OK， 我终于进来了，就随便叫一个饭来吃吧。哇，前面那家店排得好长哦 ，KINOTOYA， Kinotoya 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看，排得好长哦。哦，好像是千层糕类似的这种。
去卖这种千层糕类型，还有雪糕，雪糕是430，差不多3块多新币，这一个就不懂多少钱了，这个哦950，一盒里面只有两个，950烟，也差不多8块多吧一盒。哇，好多人在排哦。各种的，各种各样的。还有蛋挞，还有这种小蛋挞，小蛋挞的话是240烟，差不多2块多吧一个，一小蛋挞。好多人在排。各种各样的伴手礼，就是巧克力的，就是、还有试吃。嗯，我就不吃了。这种都是饼干试吃。草莓，哇！你看他们的包装，好可爱啊！你看，这样包着，可爱吗？那草莓这样包起来，有分颜色，褐色、白色，300到700烟。哇，这个更可爱。圆圆的，这个要1000烟，1000大概是10块吧，9块多。这样一盒要2000的话，20多块一盒吧。密密麻麻的店，好多人。这种是类似的泡饼干，这里面是卖冰淇淋，好多人在买。北海道冰淇淋，好可爱。30多块，这么大个，我可爱吗？还有小的，小的就10多块吧。北海道的面膜，Face mask 呀，北海道的 face mask， 17块这样大概。Lavender melon，Vanilla， 它有 lavender melon 跟 vanilla， 香味，哇 ，melon 的很好闻。Okay, thank you. 他们都介绍他们的，他们的饼干，蛋糕店，这个是。
好了，是时间去 check in 了。我们在大阪 Osaka 见，谢谢您的观看，下个视频大阪见，拜。